今年年头咧，我同阿宝就喺日本嘅山阴山阳地区白天游。我哋咧会由香港国际机场，然之后就搭三个钟头飞机去港岛机场。第一日嘅行程都会留喺港岛市。出发啦！坐了三个钟头飞机，我哋卒之到达咗港岛机场啦。跟住我哋就行去隔篱嘅国内线接机大厅嗰度买巴士车飞，搭巴士去港岛市。呢个啊，跟住咧，跟住就呢个啦。系啊，1340嗰度，上面1340。哦，呢度。呢張飛咧就用搭巴士嘅，但係咧我就攞嚟扭蛋用。買完車飛，我哋就向港島市出發啦。好啦，我哋卒之由機場咧就嚟到呢個港島站嘅 JR 後邊。系啦，大约用咗8个字左右啦。咁我哋嚟紧咧，第一站就会去咗酒店休息一下先嘅，然之后挤低啲咧就出去食嘢。好，我哋而家去啦。我哋由落车个巴士站行到嚟，我哋要去嘅酒店要几耐咧？2分钟。两分钟，咁我哋行咗两分钟噶咯喎。哦，呢度啊，哇，相当近啊！我哋今晚入住嘅酒店咧，就系港岛格兰比亚大酒店。我哋1716号房啊，好难打。1716号房。咁啊，跟住先嚟敲咗門先好啊。敲咗先。係啊。有冇人啊？係咪咁樣對嘅？啊，你呢頭啊嘛。好啦，我入嚟啦。我首先開燈先。啊，原來插卡嘅，我以為插卡嘅添。好，我哋睇下我哋間房有幾壯觀先。但首先我攞翻啲行李入嚟先。日本嘅房間係比較細嘅，我早幾年就喺北海道咧，就大到咧兩個人咧有4張床，同埋就個榻榻米嘅嗰啲咁嘅茶座嘅，呢度就冇啦。我哋睇下個應該斷骨人嘅廁所啦，我睇下個廁所先。哎呀，原來係拉嘅，開燈先啊，一眼睇曬。好，你可以入嚟影下個廁所有幾靚嘅。呀，影到我个样添，喺块镜度。诶，唔紧要啦，好啦。点啊？呢个厕所我好满意啊。点啊？你满唔满意啊？呢个厕所？系啦，你 OK 就我就好满意啦，仲大过屋企间房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下其他环境咯。呢张就系今晚嘅床啦，因为听晚就唔系呢张噶啦，因为听晚我哋喺度住啊嘛。我就好中意佢个景啊，真系好靓啊！我哋呢度系港岛嘅乜嘢啊？会唔会就系港岛嘅港岛啊？呢个就系港岛嘅港岛市啦。好，因为我哋啱啱到步，好肚饿未食嘢啊，我哋就拍住咁多先啦。而家咧，我哋就攞 JR Pass 啦。不过呢啲嘢咧，我通常都唔识做噶啦，都系交俾我嘅私人秘书。我攞哋咧卒之又攞咗呢啲 JR Pass 啦，就喺呢度攞啦。呢度会点读啊？唔識讀，不過就喺度攞就算啦。咁咧，我哋咧全個行程最貴嘅嘢咧，就係買呢啲咁嘅飛去搭車啦。咁我哋咧全個行程係咪去曬8日㗎，定係4日嘅就呢度？7日。7日嘅行程就靠曬呢啲啦，所以唔可以唔見嘅。攞完 JR Pass 之後咧，我哋就過隔離嘅商場揾下嘢食。跟住我哋揀咗一間中華拉麵店食拉麵。港島嘅第一餐，
咁我哋咧早陣試下手拉麵，所以咧就揀咗呢一間。咁我睇下好唔好食。咩話先？我都唔知係咩味，淨係知道係豬骨湯。勁好味啊！你想試下先啊？雞我食過嗰種有啲猥瑣，加雞嘅口味啊！雜雞，呢個係炸雞啊？係咪點呢啲㗎？我試下先。我本身有少少病，喉花食咗好似仲沙打，真係勁好食，所以喉花、喉嚨痛都要繼續食。OK， 我諗我大約用咗唔夠十分鐘就食曬呢個中華嘅豚肉拉麵啦，真係勁好食，係勁勁勁好食啊！喺香港暫時我覺得冇一個夠佢好食，比以前我最想食嘅海老王啊、豚王啊。定還是元氣王更加好吃，另外剛才吃完那個炸雞都是十分之好吃的，又是就是這個了，剛才我吃的就是這個，我就吃了950日圓的，我們兩個人呢暫時吃了一個冷麵、一個拉麵和兩件炸雞呢，都是用了1,957日圓，今天上來都是823元港幣，都是十分之抵了，如果在香港我想你吃个拉麵加个炸鸡都不止了。我们呢现在就去到港岛站附近的一个药妆，一个商场里面的药妆，刚刚就在附近吃完个拉麵之后就出来了。那这里都挺大的，但是跟北海道那里比呢是更大的。我们现在看看什么药啱我们选先。暂时呢我们就买了一些感冒药和龙角散，我最想买的就是消炎药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太甜味散了。好，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先。我們的主攻是消炎藥，因為我經常喉嚨痛，你聽我現在把聲沙曬就知道了，剛才還吃了很好味的炸雞。我們呢現在呢就剛剛剛才吃完拉麵，很好味的拉麵炸雞，現在跟著就去完，不是還去了藥妝的，剛才現在呢我給大家看看，我們是這個甜味粉。現在我們就走去附近看看哪裡有些便利店、啊、或者超市、啊、買今晚的補給糧食先。現在這裡夜難人靜、啊、開始其實8點左右到而已，現在這裡只有8度，但是街都好像很靜、啊、所以我們要快點找些東西吃先，免得夜點沒東西吃、啊、現在終於入到來附近一間超市了，我們看看今晚搜羅有些什麼吃先。生果區睇下咩生果嘢食啦，呢個咩嚟噶？呢個菠蘿啊，唔知咩嚟嘅咧？呢個黃色呢、這個，蘋果啊？嚇、啊，切埋嘅蘋果係營養好嘅，呢啲抵唔抵啊？398日圓，香港多數賣成100元啫嘛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算平嘅，你睇上嗰啲靚啲嘅，880日圓。好、啊，我哋再睇下咩其他嘢食先。20多元，30元啊，抵咯，買啲嚟試下咯。以為抵咯，買啲嚟試下，買下買下唔夠錢俾添啊！陣間。好啦，睇下仲有啲咩其他嘢食先，跟住再翻轉頭次再買。我哋咧發現到我哋平時好中意食嘅八爪魚咧，這個刺身咧，呢度都係賣358日圓啊，407日圓啊，個份量咧個大細咧，其實一吉子都買咧要60-70元嘅。但這裡呢就都是20-30元而已，抵成一半有多。還有什麼想吃啊？這個呢就是我們在港島的第一餐的宵夜，其實都是最後一餐的了，應該是第一次的宵夜了。我今晚呢我就選了這個飯團啦，飯團這個才是我的，都是飯團，接著我還會有個咁嘅果凍啦，定係布甸啊？呢啲北海道嘅唔知咩布甸，同埋兩個唔知乜嘢昆布嘅零食啦，再加埋呢個中華嘅唔知乜嘢杯麵啦。咁其餘嗰啲咧就有個私人秘書噶啦。咁我哋唔知食唔食得曬啦，不過開餐試下先。收埋啲睇下先。關東煮。我秘書話強調日本啲關東煮好好食㗎。
咁咪要試啊？不如你試下先好啊，我試下睇下有冇食先啊。因為我未試過嘅，佢又試過幾次啦。我係咪試下呢嚿先啊？應該。好食過香港出仔嗰啲咯。真係。嗯。OK 嘅，都幾好食嘅，喺天寒地凍嘅時候。好，跟住我又試下呢一種咁嘅飯團先，呢個喺超市買嘅，睇下好唔好食先嚇。佢好似有嚿炸雞啦，加一個肉鬆飯團同埋一個唔知咩飯團啦，可能一個係屬於啲柴魚定唔知乜嘢。我試下嚿炸雞好唔好食先啦，而家。凍曬咯，但其實個味道都幾好食嘅，條腸都有特色嘅嚇，佢自己條切到咁靚。凍曬咯，我諗原本都幾好食嘅。試下嚿蛋先，嚿蛋又好好食喎，因為係凍曬先好食噶嘛呢啲蛋。燒埋個飯團先。未試到嚿肉啊，唔知好唔好食。不過因為條片太長啦，我都 cut 咁啲先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短片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